被女网红邻居的闺蜜拉到她家。那个，其实我酒量也没那么差。你先别说她，你酒量怎么样啊？你问一个东北人酒量怎么样？再一个，今天这啥酒呀？你选吧，文喝武喝。你刚我，我说我长这么大最不怕就吓唬。来五的。你确定要这么喝啊？怕了。行，那就开始呗。咱也不能干喝呀，咱玩游戏呗。你有没有玩过吗？那干呗。我先来。我头有色。到我了。我是网红。行，你这么整是吧？我刚分手。我要上个厕所。不是，你咋又把我俩捆上了呢？咱这不没喝完呢吗？我被绿过，你咋不喝呢？哥们，你多冒昧啊！不行，再喝真要吐了，我接过他会儿。哎，那咱俩喝口吗？那来吧。那就剩咱俩了，咱俩别喝了。你吃两口东西吧，你半天没吃东西。你多吃点吧，上次那事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没事，互相帮忙吧。这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然后你俩早点睡觉吧。好。嗯。哎。你找着没呀？没有啊。不是，铁子，你醒醒啊！那钥匙放哪儿了？客厅我刚才也找过了，没有。那没有不行，那我这咋整啊？那不然，你在这住呢？我在这咋住啊？他往这一行。那实在不行。我去你那儿住。